殿下，格雷厄骑士长背叛了我们，我一定会保护您的安全。殿下，立即向下格兰圈点前进吧！出现敌方士兵，向下格兰圈点靠近敌人，自动攻击。向下格兰圈点前进吧！使用技能试验风，这就是火之圣器的威力，你一定要！这次是试技能，烈焰焦土。 用技能爆炸陷阱，或者是向下格兰圈点前进吧。使用技能爆炸陷阱，或者是向下格兰圈点前进吧。殿下，觉醒之力是特殊魔力，我们还必须搜寻其他的神器。